家長特別關注咧，未來喺開學嘅時候有啲人鼓吹係白課，佢哋嘅反應咧就係覺得學生咧始終係即係無辜嘅，年歲亦都係比較細，亦都唔希望咧呢啲嘅政治角力嘅事件咧係帶入個社區，更加唔希望一啲嘅仇恨嘅一啲嘅種子咧喺學校裏頭咧係去即係散播。咁所以講咧，就好多家長都唔支持呢一類嘅罷課嘅行動。咁所以我哋希望咧，主催呢一類嘅即係罷課嘅行動咧，都立即咧係停止，讓社區、讓學校都能夠咧係盡快回復一個安寧同埋安靜嘅環境嘅。